朋友劝我一句话，我心要离开黑暗的社会。想起当时你陪阿爸你，如今变成这么狼狈。阿爸哟，请你原谅，当我今日一时的不幸，给我一摆重新的机会。我会认真去打拼，我会真心去努力。阿爸，你爱着，放下今日的勇气。做今日的